找到了自己中意的乐器啊，这个我还是熟悉一点吧。好， 那花花还记得你的挑战吗？我的挑战是要语音包，对不对？对，选择一条你的语音包，并且在我们现场和我们的佐利老师一起配合完成一个旋律的创作。来一个，对呀，比较有趣点，毁灭吧，别救我了。毁灭吧，别救我了。试一下吧，那就随便走个走向吧。哎，节奏起来了。 想想啊，很有感觉，非常有感觉。救救我，快疯癫，疯癫，救救我，别毁灭吧，看前方有敌人。 过去呀，快救救我！想词儿。嘿，朋友，打开麦了，求求求求你了，快开麦吧！哦，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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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词儿，是我真的是词不行，有没有什么词语的那个？想一想，成绩的名场面好长吗？毁灭吧，别救我了，你们陷阱圈，毁灭吧。 前方有危险，我标记了，就在那个点。嘿，朋友，你还有药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分我一点，救救我！ 不小心就赢了，掌声！哇，两位超开心的进入到了音乐的领域当中啊，虽然一直要队友救，一直要队友封烟，但是最后还是赢了，赢了，也完成了不小心就赢了，不小心就赢了，关键是完成了前两场比赛的心愿啊，就因为提前我们跑进圈了，最后嗯。 敌人被毒死了，好，那我们其实可以碰着这个两位状态刚好，我们再开启音乐区的最后一轮挑战，好不好？这一轮挑战非常非常的简单了，就是让我们的程曦真正学会唱名场面。哇哦，有点难啊！来吧，程曦，刚刚那句唱的，嗯，就有一个音，有一点点，最后一个音吧，那个 Fight to win or die。 想想啊，我想想啊，怎么弹的？Fight to win or